看看邓小平家的墓地，邓小平家的墓地，看看邓小平家的墓地，你看，看看邓小平家墓地怎么样？看看，听说两边这个是他一个俩姐的，两边这个一边一个他姐的，这个是邓小平的母亲，是父亲呢。看看这派头，看看。边上就是那边就是刘晓庆的，上刘晓庆那看看去，上刘晓庆那去看看。这都是有钱的，有钱的家挨着，看看，下面是邓小平家墓地。很近，离刘晓庆家墓地，看看，刘晓庆家墓地就到了，挨着，看看，哪个地中间的，应该中间的，在这儿开始，在这儿开始刘晓庆家墓地，看看这个，下面写的刘晓庆，下面写的刘晓庆和他妹妹，刘晓庆和他妹妹，这刘晓庆他爸妈的墓地。刘晓庆，好，看完了，再看看冯巩家的去。冯巩家，这都有钱的，有钱的搁这儿，有钱的，这一片都他的。走了，这个是信佛的，信佛。邓小平家墓地离这很近，好嘞，看看来看冯巩家族墓地，看看冯巩家族墓地来了，看看冯巩哪个？这块儿是的，这块儿不是的，这块儿不是，这块儿啊，这块儿是的，那这都是那写冯巩这字儿的吗？哪个是冯巩？叫冯巩吗？啊，那都是他家名。对，中间那个叫冯巩啊。冯巩老三。啊，是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。这是他姑的。太酷，对，就三个呗。这三个，那爹这还差点辈数呢，这还我也找不准啊。有他爷他们也在在在后边，我也记不清在哪儿了。啊，他爷爷他们也在后边。对，这是他们，他父亲他叔的。你现在这工作几年了？我在这儿，有不到20年了。那他们有的时候能碰着过没有？完了。